舔一下我的镜头。他对我的鞋裤子很好奇。大家猜猜我要去干嘛？我现在是要去喝驼奶，骆驼的奶哦，据说比牛奶好喝很多。这边过去有一个骆驼养殖的地方，每天据说很多人都要排着队去喝，每天固定时间下午2点，晚上8点钟才有，只有这两个时间点。家里有骆驼吗？不是，我们家没有。啊，没。好嘞。好的，谢谢。大叔说，喝驼奶的地方再继续往前100米啊，因为我是第一次来。到了，到了，就是这个地方了。这里是喝驼奶的吧，叔叔？啊，喝驼奶，就是这里边。啊，上大路了。这边好多骆驼呀，大的小的，这些都是小的。包租公，Hello， 他咬人吗？骆驼不咬人，人食草动物，好吧？我一过来，他们都凑过来了。好呆萌哦！你可以拿那个什么，就是葡萄叶喂它。舔一下我的镜头。它舌头很大的。你看，他们可爱吃了。这边，这边。哦，正在挤奶是吧？我第一次见挤骆驼奶。挤骆驼都不常见，你说挤骆驼？真的是这样。确实，陕西大哥说的太对了，骆驼都不常见，还别说见挤骆驼奶了。挤完了，那只小骆驼还在下边喝奶。你们对这个好好奇，像我第一天过来的时候，什么鬼都拍一下。这就是新鲜的骆驼奶。对啊，你的杯子在这里，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。谢谢。我帮你排上队了。对啊。这个是多少钱一杯？5块钱，还有10块钱一杯喽。它不像牛奶，就是你挤了还得加工哈。它不用加工。这个是直接挤了就能喝。嗯。这上面这一个泡沫的这只。可以敷脸，我上次你看我粉粉的，我就是敷了这个。有什么功效？他说补水啊。你敷完感觉怎么样？爽爽的，很保湿。这种买一大瓶得多少钱？称啊称。哦，多少钱一公斤啊？60。为什么上次买了一杯60？咱又被人坑。上次你买了一杯就60啊？嗯，哎，波尔金有15块一杯，那个夜市上，就是那个纸杯，是新鲜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买。这些都是来排队喝奶的人，看这么多，一次挤不了多少，得挤好几回。白色的，5万块。它的身价5万块，这是母的吧？不知道吧。他很喜欢看镜头的，他们。
啥东西那个？相机。相机拍视频还是直播吗？视频。哇，闻到好浓的一股奶味儿，每天都来排队喝奶。现挤的驼奶还是温的，它有一个葡萄叶的味道。哇，真的好喝，我说不上来的口感，反正比牛奶好喝多了。它有那个葡萄叶的味道，是不是因为它吃葡萄叶的原因？应该是。后边就是骆驼，他们还在挤奶呢。好喝吗？好喝。你就喝吧。第一次喝。骆驼奶粉也味道哪一样呢？这里有奶粉，有点甜甜的味道，有点甜甜的味道，是不是还是温的？刚从驼妈妈肚子里出来的。有人说不冷。不冷。你看这个小的。这个小的太可爱了。又在我裤子上蹭。啊，还有人吃骆驼肉。多一公斤的，专门没有钱。他是每天，你吃过吗？他舔的好痒啊，好软。他对我的鞋裤子很好奇。